本期讲解一个普通人创这个副业的首选，服装类图文带货啊，未放弃教程，项目门槛低啊，周期非常长，就是可以做的还就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项目。现在这个图文带货可以说是2023年一个非常大的风口啊，有风口的话，而且就是我们需要去抓住它。它是因为图文带货更适合普通人去操作，它门槛低，项目周期非常长，抖音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平台，这边看看收入也非常高的。非常高，我们来看看整套的这个教程。下载之后呢，就是这一节视频课啊，一节视频课还有收益的反馈图。视频的话就是100多兆，讲的非常清楚了啊，还有这个文档介绍也有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像这个服装类图文带货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